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叫珠穆朗玛峰，藏语的意思是第三女神。北朝的我面朝星光，下一步就在前方，白云之上哪来悲伤，万古之间雪茫茫，每寸冰霜，每寸锋芒，每一步都是信仰。往来绝壁，那道天梯，可以是我的肩膀。这辈子路还没白走，保护好摄影机，拍下365亿张照片，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有能力登上自己的峰顶。可以冲顶了，兄弟们想大力拦截。